Liancheng， 你今天的事儿，是不是你早就算计好了？你早知道悬崖下面有水潭，根本摔不死。哼！本王看你闷得慌，虽要带你出来走走，让你舒舒服服泡一个温泉，还能好好睡上一觉，这是为夫应该为你做的。哦，对了，于浩他们已经在外面守着了，你不用担心，更不用感激本王。王八蛋，你今天差点害我得了心脏病，你还想让我感激你？别动，让我看看。怎么被本王迷住了？你少自恋了。今天在悬崖上，你为什么要救本王？你理解错了吧？我那只是不小心摔了一跤，然后正好摔到本王身上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本王知道了。今天行刺之事，你怎么想？不知道。是不知道，还是不想说？你不就想说是大王爷吗？但是依我看，这件事并不是他。你就这么信任他？这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，事实就摆在那儿，任谁都会那么想。说来听听。想要东西，直接把咱们杀了不就行了？但是依照当时的情形来看，他并不想杀你。那剑呢？那个时候，我看到了两个人影，和那些刺客应该不是一波的。如果是他们，上山的时候在你腿上射上一箭，你不就跑不了了？你是不是很庆幸，刺客不是莫以怀的人？你别再跟我提那三个字了。我现在一听到莫一怀，我头都大了。很好，本王不提了。但是王妃救本王的事情，本王要怎么报答才好？你要干什么？本王要休息。不行，这张床现在都是我的。伤口已经包扎好了，但是还是要恢复，让太医再看一下。于浩，备马。王爷，你可回来了！你说你遇到刺客了？是呀。滚开！你醒了。你骂人声音这么大，谁还能睡得着啊？放我下来吧。本王再也不会把你放开，王妃再也不要妄想从本王的身边逃走。小姐，这是怎么了？清心，伺候王妃沐浴。本王有事情，等一会儿就回来。是，请王爷放心。小谭，我刚才看你和王爷的情状与往日有所不同。你们昨天晚上都发生什么了？哎呀，哪有什么不同。是莫以怀派刺客，我这一天一夜都没睡好，还有那个臭莫连城，都把我骗到什么温泉小屋去，明明都有安排了，还故意吓唬我。什么？温泉小屋？
你们，小谭，你该不会是又和王爷那个了？呀，你这小脑袋瓜，每天都想什么呢？我一天一夜都惊心动魄的，我哪还有时间想做那种事儿？没有就好，没有就好。哎，对了，青青，你说莫一怀派刺客这事儿，要是让你家小姐知道了，她一定会很伤心吧？想想她原来也挺可怜的，都是我不好。你下次再见到你家小姐的时候，一定要替我向她道歉，让她原谅我。以后你别再和我闹别扭了。小谭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小谭，那实在是太好了。你都不知道，这些日子你们闹别扭，真的是把我累死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以后我有好吃的，全都让给你吃，就当是对你的补偿了。真的？那我现在就去给你准备沐浴的东西，去吧。于浩，在，你去太医院，把王妃遇刺重伤，危在旦夕，记得，事情闹得越大越好。属下明白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静心呢？王妃这是害羞了。个女人都会害羞，你啰嗦什么？你身上的每一寸肌肤，本王都很熟悉。你，你会装病吗？装病？我别的不会，装病请假，我最在行了。那好。你陪本王演一出好戏，如何？王爷，王妃只是受了点皮外伤，可是没有病啊。王妃伤得这么重，你竟然说她没事？这高太医，以你在太医院的资历，怎么会看不出来王妃重伤病危？是不是让你伤得跟王妃一样重，才明白本王的意思？臣不敢，臣不敢呐。那好，既然你都诊不出来，说明王妃伤势过重，是得了连你高太医也诊断不出来的重症。以后让我听到有关王妃伤势不重的传言，本王定找你算账。王爷放心，臣明白了。哎呀，王爷，现在看来呀，王妃是生命垂危呀，臣回去好好的调养，并把此事啊禀告给皇上和皇太后。有劳高太医了，静心，送太医。是，臣告辞。王爷，怎么样？我戏演的不错吧？这都是我装病偷懒练出来的。你呀，太过调皮了，本王刚刚差点笑出声了。以后收敛一些才好。王爷，王爷，十四爷到，来探望王妃的。真的？想轩来了，我去看看。站住！让十四在书房等着。以后没有本王的允许，他不准进来。是。以后不许对本王以外的男人感兴趣。
八哥，八哥，你为何不让我去探望八嫂？你好绝情啊！你呀，越来越没有规矩了，成天到晚不干正事，总想着探望你八嫂。八哥，你交代我的事，我都已经办妥了。说来听听。我按照八哥说的，一直在山下等着。果然，我看到了一群拿着锦盒的刺客。之后呢，我又小心地盯着。你猜，几经周转之后，那个锦盒到了何处？大王府。啊，八哥，你这都知道？啊，亏我还小心地盯着呢。本王早就料到了，莫叶怀知道镇魂珠的消息后，一定会出手。这次，终于让本王抓到了尾巴。看来父皇不得不处置他了。原来八哥真是料事如神啊。小轩，嗯，你呢，出去散布消息，嗯，说八王爷、八王妃遇刺，八王妃危在旦夕，记得把事情传得越大越好，而且务必要让人觉得刺客就是莫一怀的人。八哥放心。脚踝都有疼痛的感觉，小谭怎么了？请小姐放心，小谭他没事儿，他还让我转告你说之前是他太任性了，不该和小姐闹别扭。其实我又何尝不知道呢，我也有错，难为小谭了，还如此包容我。原来只觉得小谭顽皮，今日一看，倒是我心胸狭窄了。你去转告小谭，说我已经不在意，让他也不必介怀了。是，小姐。今日难得心情不错，静心，陪我出去走走吧。哎，小姐不可。为何不？小谭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？你快告诉我。我只知道之前八王爷和小谭出去游玩时遇见了刺客，九死一生，王爷回府后便让小谭装病不能出门去，说是这样就能抓住刺客什么的。装病为何能抓住刺客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反正小谭说过了，说只要小姐醒来以后继续装病，不能出门去。如果小姐不知如何装病，就让我学给小姐看。小姐，小姐，您看好了啊，小谭他是这样做的。静心，静心，别闹了，请小姐恕罪，刚才是静心失礼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快点告诉我，有没有查出是谁派来的刺客，意图为何？这个小谭他不让我告诉你。你到底是谁的丫鬟？难道现在只有小谭使唤得动你了吗？不是不是，军心不敢。还不快说。是
我听说八王爷和小谭都怀疑是大王爷派的刺客，还有刺客将他们两个追得差点掉下了悬崖，还有小谭有好几次都差一点中箭身亡。差点中箭身亡？他连我都要杀我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锦溪，这只是小唐和王爷的臆测，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这应该是的。小姐，现在具体的都没有定夺，您不要太过介怀。起来吧。锦溪，我问你，小谭装病是不是八王爷的意思？八王爷一向心思缜密，我想一怀哥哥不至于对我如此绝情，若不是中了八王爷的圈套，那就是有什么人蛊惑。皇位之争如此凶险，我想他应该也是逼不得已吧。小姐，现在皇帝正在调查此事，最后是谁也没个定论，所以小姐您现在不必过于伤心。只愿他一切安好，我伤心惯了又有何妨。静心，今日闭门谢客吧，我谁都不想见。是。这是何意？这只是普通的夜明珠，并非镇魂珠。哼，没想到王爷这么轻易就上了莫连城的当。我本就不知镇魂珠为何物，自然不知真假。我倒是还想问问二位，之前明明说过不可伤他二人性命，为何此刻谭儿会危在旦夕？王爷心慈手软，我们只是不忍心你失了美人，丢了地位。不劳二位费心，本王自有分寸，还分得清孰轻孰重。以后还请二位不要再擅作主张。那就请王爷好自为之了。哼！做了好事，看一看。连朕都替他感到羞愧，你还有脸替他辩解？老臣惶恐将陛下息怒。如今京城上下盛传陈儿与八王妃遇刺是怀儿所为，今日上朝又有这么多的联民走着向朕弹劾怀儿，你让朕如何息怒？陛下恕罪，请听老臣一言，虽然坊间有种种传言，却并无实证。如果陛下要以此对大王爷治罪的话，只怕……
只怕会让大王爷寒心啊。那就查清楚。太后娘娘驾到，给母后请安。皇帝不必多礼，许大人果然也在这里。老臣给太后娘娘请安。不必了，成儿安好，哀家自然安好。只是哀家刚刚在外面听到曲大人的一席话，心内十分不安。哀家就不明白了，你的亲生女儿已危在旦夕，你为何不闻不问，还只顾着替姨兄辩解？就算曲大人一心想当个国丈，两个女婿都有机会，曲大人为何要这么早就厚此薄彼呢？曲大人退下。是，老臣告退。母后的来意朕知道，您放心，朕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。别以为哀家不知道，你一向偏袒怀儿，这次哀家一定要替成儿讨个公道。母后，整件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你让朕如何就这样给怀儿顶罪啊？朕知道父皇的离去让母后心生恨意，所以呢，就是因为怀儿长得像父皇。别说了，怀儿不是他，哀家也不觉得他们相像。皇帝不要岔开话题，这件事哀家心里很清楚，还用查吗？还不是你们塞给成儿的那个好王妃与怀儿里应外合，才害得成儿中了埋伏。依哀家看，一定要把那个曲檀儿一并治罪才是。薛儿已经把事情的经过全都讲给朕了，要不是八王妃帮陈儿挡了剑，陈儿也无法全身而退。母后，连朕都十分感念他的恩情，您又为何如此铁石心肠，让已经伤重的八王妃去顶罪呢？哀家知道，如今哀家只是一个久居别院的老妇，皇帝自有主张，再也不会把哀家的话放在心上。可是哀家要提醒皇帝，无风不起浪，如果皇帝不能彻查怀儿，给哀家一个交代，哀家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母后请放心，如今立储在即，朕一定会慎重行事，不会做出任何引起社稷不稳的决定，更不会因为一己好恶而妄下决断。好，哀家就等着皇帝的消息了。回宫。太后娘娘起驾回宫。苍天，你为何这样不公，让我的檀儿遭受如此磨难？于大哥，王爷没事吧？里面动静可够大的。王妃伤势过重，如今连药也喂不进去了，王爷自然是心急如焚。你们在这里好生的把守着，千万别让别人进去打扰了王爷和王妃。是，檀儿。
给母后请安。父皇。萱儿，你都多大了，还要整天赖着你皇祖母？是八哥让我来的，带他陪在皇祖母身旁。儿臣愚钝，虽然别的不及其他皇兄，但是总能尽些孝道，陪伴皇祖母，也能替父皇分些忧啊。好啦，成儿现在不方便，由萱儿来相伴，哀家也算老来安慰。倒是皇帝有空来哀家这里，倒不如赶快查清成儿遇刺的事。朕这次来正是为了回禀母后此事。哦，这么说皇帝已有结论？朕已查清是前朝逆贼所为，与怀儿无关。可是我那天明明看到八哥丢的锦盒被送到大哥那里了。闭嘴。他为何不能说这件事？萱儿刚刚已经跟哀家说了细节详实，以哀家看不像是凭空编造的，还请皇上重新查证。朕已查清，已将那些狂徒正法，这件事已经查明，无需再查，母后不必再为此事担心。你是为了偏袒怀儿要杀人灭口吗？母后，请您注意自己的言辞。陛下。母后累了，朕就不打扰了。萱儿，以后你要是有空的话，多替朕去探望一下成儿与八王妃。回宫。父皇有意立储，本王本想设计引王兄出手，并以此扳倒他。本王以为能保护好你，没想到是本王太过自负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乖，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，原来就这个呀。你不是经常欺负我吗？没事儿，这点小伤没事的啊。你真的不怪本王吗？你真的不觉得本王无能吗？我不怪你，我就算勉强原谅你了。嗯，找本王何事？自然是来商议下一步的行动。王爷为何如此烦躁？多亏了二位的计划，让本王在立储之际声望大跌。虽然父皇没有罚我，可世人都已认定本王就是行刺莫连城的幕后指使。二位还有什么好的计划想要拖本王下水？自己无能却把黑锅甩给我们。雷命不得无礼。王爷息怒，如今想要扳回一局，何不去找您岳父商议？曲江陵为了让曲盼儿当上皇后，必定会全力支持王爷。如果能够顺利称帝，这镇魂珠迟早在咱们手中，大家都有利可图，何乐而不为？曲江林一向依附于本王，可本王自身难保，他又能有多大的本事？王爷放心，我们已经替您想好了，有些事只有曲大人办得到。
情伤人的话去说，都没想能不能收得回啊，出口之后却更失落，用情伤人的话去说。